我们要利益众生的人要充满诚心悲心，要被超度的众生哦，也要有诚心哦，有忏悔的心哦，有恳切心。所以今天在座的啊，我们呢，我们这个不管是天上地上啊，水陆空的一切啊，四生六道九幽十类的众生呢，要记住哦，今天到这边了、啊，佛法的尊贵如幽昙花一般，这个解脱的殊胜呢，这个是啊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今天自来我们道场，要啊至诚恳切，投诚皈依啊，要有一种忏悔业障的心。你现在做鬼做恶鬼做地狱，没有任何人害你做恶鬼做地狱，都是自作自受，所以要忏悔业障。现在这个啊甘露门一开啊，啊这个极乐世界不舍一切众生，无逆十恶九法界众生啊，哎舍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光寿，尚不能圆成佛道。哎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么尊贵的把佛法展现在这个世间，让他大悲救苦的功用啊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机会我们呢也是报答诸佛的人，我们正在这里做也是累积我们往生资粮。像我第一次给人助念的时候啊，就遇到一位老和尚，天童寺的一个叫孙山老和尚，他93岁圆寂。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去天童寺啊，住了一夜之后啊，第二天跟那个当家的老和尚在吃饭呢，结果就有人来报告了，说啊当家的，您隔壁的那个老和尚啊，首座和尚圆寂了。哎，当时他真的吗？我早上做早课还看着他出来上卫生间的呢，现在吃早饭早课刚做完他就圆寂了。哎，这饭筷子放下来，赶快去隔壁去看。我也跟着这个当家的去看，一看，哎呀，当场震在那边。这个老和尚，他们说他93岁了，圆寂的时候那个凳子哦，是自己用洋钉钉了一个破凳子，就老和尚就盘腿坐在他那个破凳子上面哦，坐在那边头这样子啊，也不歪也不低哦，头就这样子那个。更稀奇的是什么？那个手这样伸着的，就坐到这边，眼睛垂着，然后头就像正正的，就这样子就坐在凳子上就圆寂了。这个老和尚他一辈子，他是天童寺的首座和尚，是开悟的，但是他相当一段长时间受妙法莲华经，在他这个圆寂前的这个几年，每天要诵2部地藏经。后来就是圆寂的时候就这么殊胜了，真正的是阿弥陀佛垂手接引，就这样。你我们想想看，我们平时打瞌睡的时候啊，不要说手伸在那边，这个头啊都一打瞌睡就点下去了嘛。打瞌睡哎，不是死哎，他死的时候这个头也不歪，这个手还伸得直直的。你睡觉，今天睡觉手伸得直直，你看睡睡看，睡觉都做不到。既然他是这样子，哇，这个我看到就呆在那边了。还有这样子的呢？我以前光书里看的叫坐脱力王，真的让我亲眼看到了。本来说吃过早饭要走的，我不走了，这老和尚助念，结果坐到那边助念的时候，这个泪水啊就是哇，这个止不住的往下流。哇，这个袖子叉的全部湿掉了，再换这个袖子叉，为什么流泪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内心就感受到，一个老和尚圆寂呀，他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就连成一体了。这个时候，所以替他助念的这个因缘，我们想一想看，这个时候我们是替他助念还是替谁助念啊？替自己啊，我们是沾他老人家光啊。他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他那接，这么殊胜的去极乐世界了，我们参加到了，然后进来啊，
有缘呢、啊、参加到了，我们结下了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缘。哎，所以帮别人助念的人恰恰是帮自己助念，是助自己分析。哎，所以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助念的经验、啊、给我非常大的信心。哎，所以后来我出这个出家，我在我师父身边呢，啊，我师父叫上悟下道大和尚，啊，在他身边做侍者的时候啊，也是，别人就说，哎，哇，你们真是哦，你看服侍师父，给师父做侍者哦，哎呀，你看多那种都来赞叹我们的时候，我说，哎呀，我们实在是很惭愧了，我们哪里有资格给师父来服侍师父了？实实在在是什么？实在在是什么？师父关心爱护带我们呢，提携我们呢。表面上看的是我们徒弟扶着师父，实际上是什么？是师父扶着徒弟啊。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尊贵的海棠法师告诉大家，我们佛教教就是师徒关系，师徒的这个关系如果没有了，佛教还有没有了？佛教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很多啊流行说我们念阿弥陀佛不用皈依三宝的。哎，我们有几个在我庙里住的，从五台山过来的那个碧山寺啊，那个把门的时候，那个居士只要凭着皈依证就不用买票可以进到庙里，结果拿出来的皈依证是什么知道吗？不是三宝皈依证的，对，二宝皈依证，自己封的。我念佛我皈依佛，哎，我修净土法门我皈依法，身份那就不要了，免了。二宝皈依证这个几年前呢就开始有了，然后我就亲自遇到很多的那些，他讲讲是念佛的，我问他你皈依过了没有，他说我不要皈依的，我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我要皈依干嘛？如果真到这个程度啊，那就像经典里讲的，阿弥陀佛称空中楼阁，那六个字在空中的。如果真的这个阿弥陀佛像空中楼阁一样的，就没有师父传你，你就像在空里面虚空里面阿弥陀佛一样，那个末法只有100年哦。为什么？因为你念的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还是要有人教你的，你教了之后过河就拆桥了，就不要再教你的师父了，怎么样？100年之后就没有佛法了。为什么？大家都不认师父了，还有佛法吗？所以这个净土法门讲得非常清楚，到了那个末法的时代，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就是什么，一句阿弥陀佛就在空中，这是什么意思啊？空中楼阁，然后什么，佛法就只住100年，100年之后彻底没有了。所以我们学念佛的，我们要看，哎，要像观世音菩萨，我们谁念佛的能够超过观音菩萨的？能超过观世音菩萨的？哎，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大弟子，我们学佛的人是什么？单看诸上座，修净土法门的上座是谁啊？观世音菩萨，是我们的上座。哎，他是怎么样？除了阿弥陀佛天天顶在头上之外，寻声救苦，普门示现。哎，那我们再退一步，那我们有的人我们要学大势至菩萨，西方三圣除了观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你要学大势至菩萨，那就更落实到生活当中了。印光大师是我们大势至菩萨化身，印光大师的前面有几个什么字啊？叫常惭愧身。你说我这个人呢、啊，我也学不了观音菩萨，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救苦救难，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观自在。你既然没有能力观自在，也没有能力观这个救苦救难，那你还能有个惭愧心，你是什么念佛人呢、啊？所以大势至菩萨退而求之，常惭愧身印光，这个就是示现给我们看的。那很多一些我就发现有些哦，所谓自封的啊，就是自己说我是念佛，我是求愿极乐世界的，然后就是说那我的其他法门是不学的，就公开的跟你讲我其他法门不学的，哦，这个是什么，一点惭愧心都没有。
哎，这个就很可惜。像我们听到，内心就替他伤心了。为什么？忤逆十恶都能度哦，唯除诽谤正法。哎，有的我又跟他们开玩笑，还有的跟我说：“哎，师父，我是修净土的。”哎，我就跟他说：“哎，这位居士，我是修脏土的。”哎，大家还有没有听到？哎，佛法里有没有修脏土的？佛法门门都是净土的，千经万论都是净土，往圣前贤都是净土。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我们佛家四众弟子的哪个是修脏土的？那既然不用哪个修净脏土的，你要何必提着我修净土干嘛呢？哎，这个佛法的法，它是不是对立的？不是对立的。这有的人马上就标榜，甚至也有的人学密，他说我是密宗的。我说你真的知道密宗是什么吗？纵使你的师父是金刚上师，那你也不一定就是金刚乘的。哎，因为金刚上师下面的法，你比如说大圆满教法，大圆满教法分九乘次第，那你就一定是金刚乘的次第啊？未必耶。虽然上师摄受你的，摄受你安立的哪一乘次第，你的声闻出离心没有，那让你升起出离心，这属于声闻次第。如果你的这个菩提心没有，教你呀、修这个普贤啊，这个菩提心修法啊，把你安住在这个大乘的，哎，这个菩提心的次第，哎，什么叫金刚啊？金刚已经就是没有对待了，不二入三摩地才叫金刚。所以我们在座很多出家人都不敢那个。因为我们在座出家人收个所谓收了具足戒，这个具足戒里还有一个没有具足，就三昧也戒。我们受过，甚至受过菩萨戒了，但是你还没有三昧也戒。没有三昧也戒，你看我们平时做超度的时候，特别蒙山啊、堰口里面，都要受那些鬼三昧也戒的。哎，所以很多我们出家人都很谦虚，这个怎么办？我们天天做晚课念念念那个小蒙山对吧？念三昧也戒的这个咒，受三昧也戒，有个三昧也咒的，但是我们自己甚至都没受过。哎，就是有的人却都不知道啊，脚高脚低，我是金刚乘的，不要自己封自己，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的，除了善知识带你出来之外，你东南西北都不知道。哎，像目犍连尊者哦。有一次啊，佛在说法就讲到说，佛的梵音啊不分远近，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听到如来的梵音的。这目犍连尊者听到是的吗？然后就以神足啊，哇，无量世界下去之后就想试试听听这个如来的梵音到底能不能听到，结果到那边还是听得到，但是这时候糟糕了，回不来了。这神足通子跑到那边，不知道娑婆世界在什么方向呢？就正好这个时候啊，那个世界的佛陀在跟弟子们讲法。哎，这些弟子们就看到有一只虫，小小的虫，然后就说：“哎，这个虫怎么长得是人的一模一样？”然后就问佛了，问那个这个世界的佛了，说：“世尊啊，世尊啊，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头虫啊。”然后这位佛就跟他们。不可轻慢哦，真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足下神通第一目莲尊者哦。不相信你们喊他的名字，然后大家喊目莲目莲，哎，目莲谁在喊我？然后目莲尊者他们就说啊，说您听说您是神通第一啊，您能把你的身体变大吗？这时候就把身体变大很大很大很大，就是大到跟他们一模一样大，在看到。哇，原来世尊这边有世尊，这边有佛菩萨啊，这边菩萨啊，声闻缘觉围绕。哎呀，他就问了，那你们这是什么世界？我们这是什么什么世界？哦，那就问了，打听了，你们这个离我们娑婆世界有多远呢？那世尊就告诉他，我们这个离你娑婆世界有多远。然后他就说了，世尊呐，请你能不能帮帮我？我现在回不去了。因为佛陀在讲经的时候说，佛的声音梵音不管多远都是一模一样的清楚。哎，所以佛陀那个也
1200弟子啊，然后多少万弟子啊，在听法的时候，佛不要麦克风的，佛不要喇叭的，对不对？不管你坐的离佛近离佛远，再远都可以听到。哎，所以目犍连尊者说，我当时想试的吗？然后我就想试试看啊，这个神足啊，我就到这个多过了多少时间我已经不知道了。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佛的声音确确实实这一模一样的清楚，在哪里都可以听到。然后但是这时候他就试着呢，他说能不能你帮帮我啊，让我能够回到娑婆世界去。然后这位师尊就告诉他，他说啊，你这个不要求我，只要你求你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可以了。那他说我往哪求呢？我往什么方向磕头呢？那娑婆世界在那个方向，你朝着那个方向磕头，就你称本师名号。我也告诉你，你能够以神足通跑到我这个世界里，实在不是你目犍连的神足能够力量能办到的，这也是释迦佛陀加持你才能走这么远的。如果你自己的神足能力的话，就是你明明知道娑婆世界在那个方向，你回到娑婆世界的时候啊，贤劫千佛都灭度了，不要说释迦牟尼佛了，连贤劫千佛都相继出世，最后都灭度了，你目犍连还没到娑婆世界，以你的神通的话，所以现在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唯有求自己的本师释迦佛陀啊。然后这个时候啊，流着泪哦，至诚恳切向着娑婆世界，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拜下去，连三称三拜，这释迦佛陀于啊这个灵山中啊，摆好一道光放过去，射着就照在了目犍连身上，刹那之间弹指起回到灵鹫山。这时候跪在长跪合掌在佛陀面前忏悔。我们你看看，目犍尊者大罗汉神通第一，尚且要心心念念都要意念自己的本师哦。哎，我们要想得到如来的教法，要从哪里得到啊？离开师父可能吗？我们要想往生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呢，要从哪里才能够做到莲花啊？要从师父那里的。所以叫阿弥陀佛常伸手啊，你知道这个手伸的有多远？伸过超过100,000,000佛土，从极乐世界伸到我们娑婆世界来。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伸过来的手啊？有没有？你们的师父就是阿弥陀佛伸过来的手，就是来接应你们的，手中捧着莲花，满心的慈悲来接应我们的。如果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不要说净土法门行事，我们的佛法的正法注释，所有佛法不会成为空中楼阁，是成为手手相传的一代一代火炬啊，灯灯相传，多少众生要得利益啊，因为佛法注释。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那个观音寺的这个韦陀殿这边的，其他的韦陀殿都是三周感应，这里的不是，这里是护光明床，光明是佛法，是解脱的法，护呢是保护，这个护，哎，我们在座的佛教徒们，保护佛法要谁保护？你指望非佛教徒保护吗？指望非那些外道邪众来保护佛法吗？我们每一个人有推卸不了保护佛法的责任。而且佛陀啊也说，破坏佛法的别人也是破坏不掉的，不要他不保护，他想破坏也破坏不掉，但是如果是我的弟子来破坏佛法的话啊，这个时候如来世尊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所以我们大家如果佛法在，我们善知识满心欢喜，摄受众生，
众生解脱的希望啊就有了。哎，就像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海陆空的普利十方的无遮的这样子蒙山火供大道场，是四生六道九如十类啊，都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真实的利益的。哎，这个烧的食物啊，这个叫先与欲勾牵的。我们经典里说啊，一切众生皆以食而受身，皆是因为这个食物而受身。所以释迦佛陀一出家参学完了之后，他就明白了这个啊，观察我们这个众生的时候，就看到这一点，一切众生皆仰赖于食物，所以因为这个食物的缘故流落了在这个生死当中。所以佛陀修的第一个苦行是什么？就是一麻一麦不受食。当初是一麻一麦，修到后来一麻一麦也不要的，实在这些连感应的天地万物都感动了，连那个蜜蜂都故意的把花粉叼过来啊，鸟啊都是喊好吃的来，猴子都献好吃的，然后佛陀不要怎么样，连天上的天人呐、忉利天宫们都来献最精美的食品哦，佛陀也不受，这时候佛母都受不了了。摩耶夫人在忉利天，然后再来到了悉达多太子面前，说：“孩子啊，我只能生你一次啊，我现在升天了，你如果你死了你没有这个身体的话，我再也不能给你一次身体啊，你应当受食啊。”但是佛陀这个时候微笑的跟妈妈讲：“哎，妈妈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时候他再一次的把他的白毫相光梳开，他亲自佛陀把自己的白毫拉开，那个白毫是很长的，那个白色的好婉转的盘在一起，他把它梳开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额头里面的透明的琉璃里面的涓涓的这个甘露哦，从上面滴到这个上颚，滴到佛的舌，然后滋润着佛陀的这个八万四千脉络，内身是透明的，外在虽然是好像很瘦弱，这个时候佛母和这个百千万的这个天人啊、天神哦、哗一下子内心的忧愁都放下了，替代来的就是无边的欢喜。说这位修行者必然成道，必然成佛，因为他已经超越了饮食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对我们生命的束缚了。所以现在我们21世纪，我们要研究研究这个饮食。所以特别作为我们人在这个饮食面前呢，这个食物是一个比较低级的一个能量源嘛，不是我说我们这个人必须要依靠它，不是这样的。人除了这个食物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低级的能量源之外，比它更高级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性里面的道德所产生出来的文明的文化。所以像我们现在说龙的传人，华夏子孙，如果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华夏的传统5000年文化，我们还能成为华夏人吗？就像比有的人，比如说他纯粹的是我们这个是中国人的血统，爸爸妈妈也是都是中国人，但是呢这小孩出生在美国，学了一口美国话，然后生活习惯筷子都不会用，他的讲话姿势什么这些生活一切都像一个美国人，这个时候你还能说他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吗？因为他思想里面他没有中国的文化了，虽然血统是纯正的，但是他没有这个文化了。还有我们以前看报纸啊看书啊，有这样一个奇怪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山里啊，那个原始森林里面，我找到一个小孩，这小孩是人一模一样，但是很奇怪，身上长毛，而且呢习惯跟狼一样喜欢捕猎，捕来了之后啊就把它撕碎了，就连血带肉吃，就像狼的习惯一样哦。大家知道就叫狼人。为什么会成为狼人呢？
哦，别人呢，家里生了小孩了，这小孩不注意啊，这农田里干活或者在村庄里不小心被狼叼走了，叼回去了之后呢，大多数被叼去的小孩都不会被狼吃掉，但是这个小孩，这个偶尔的一个机遇，不单单没被吃掉，哎，这小孩子反正也不知道，眼睛啊，小得很呢、啊，他肚子饿了，他吃狼的奶啊，然后把狼的这个母性引起来了。这个狼就不吃它了，就当自己孩子一样，然后这个孩子就吃狼的奶被养大，然后再大了一点就跟着妈狼妈妈一起捕猎，一起分享。虽然是人，完全是人一模一样，但是他完形象是人，他已经没有人的这种，对不对？智慧啊什么都没有，生活习惯都是一只狼一样。这个在我们中国就发生过，狼孩，狼孩，你说他吃他有没有缺营养？他没有，碳水化合物都没有，狼奶营养也蛮好的，哎、嗯，然后他吃那些啊那个肉啊捕猎啊，他身体很强健的，身体虽然很强健，营养也不缺少，但是你就是能说他是人吗？就不能说他是人了，至少要加一个狼，叫狼人。哎、嗯，那我们现在要反省。除了我们人要正常的成长，除了需要基本的这个食品啊，面啊米啊这些菜啊碳水化合物种种的各种营养成分之外，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人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食粮，是什么？文化的食粮。就文化的食粮，人如果没有文化的食粮啊，它不是一个完整的。除了这个文化的这个食粮，还有比文化食粮更高的，哎，更高的。我们佛教讲的是发菩提心，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跟没发菩提心是截然不一样的。外表看一样，一样吃饭，一样睡觉，一样的、哎、有的人说要上厕所，但是根本本质不一样。哎，所以啊，我们要这样子细致的去分析我们这个人，除了这个啊，这个营养啊，低级的、中级的、高级的，我们怎么样自己来摄取这些营养？如果你不摄取，你不完整的，不完整。哎，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火供，做啊布施这么多吃的，这是一个低级的，但是对于恶鬼是非常的需要，那百千万亿年名字都没有听到过了。他们非常需要，他们吃的时候，哇，谢谢我，谢谢我，谢谢谢谢我，有点像赵本山讲的，谢谢我，谢谢谢谢，然后就是，哎，他就容易接触佛法，哎，人接了有缘了之后，你讲话跟他听，他就要接受了，啊，这讲什么话，都句句是佛法，他听到佛法之后啊，心开意解。鬼从另一方面讲，他们很痛苦，他们远远不如我们人，但从另一方面来讲，鬼他思维问题的这个灵敏度比人要提高九倍。我们做人的时候，有时候心经我们念一遍不一定懂，那个鬼要你再念一遍他马上会懂。鬼是很那个的，他的这个脑反应是很快很快的，所以鬼是有鬼通的，你心里想什么他能知道。哎，所以我们对民间啊，有一些鬼附身哦，手里端一碗水哦，或者你来你跟他讲论，他都能知道你家住在哪儿，你房子朝东朝西，你家里有什么家具，你家里有几个人，他都知道。为什么？他一清二楚。那是被鬼附身啊那些，哎，我们有的在有的说啊这个啊，神汉啊，巫婆啊，现在有那个叫灵媒啊，或者这种，啊，他们就是鬼通，他们这个大脑很厉害的。就像上次我们跟法师在五台山的时候，哎，在山上那次啊，文殊菩萨非常慈悲啊，啊，结果对给我们非常的就是一个啊殊胜的加持。后来从山上下来了之后啊，就有一个湖。三个狐仙，两个狐精啊，就也是出来跟我讲，
他说我们超度呢也愿意的，我们去极乐世界也愿意，哎，我们也算了，也不自己修了，我们就到佛国去，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面子，哎，你就不要在这个房间里偷偷摸摸就给我们超度了，我们是有身份的，我们是有狐仙狐精都受神间香火的，别人都供我们给我们磕头的，怎么就这样不明不白就这样就走了呢？我说师父您慈悲，给我们你开法会，给我们写个大牌位，让我们冠冕堂皇的。哎，我说好吧好吧好吧，满他们的愿。哎，这一直觉得有时候啊，这个佛法确确实实啊是这个正规。有的那个动物虽然会修到那个程度了，他没有听到佛法还是很可怜。哎，所以说他后来也给我带信，我都说师父你带信给这个人间呢，叫那些人呢都学佛，不要乱拜哦。哎，好好的佛法不学，那么到处拜干嘛？哎，拜的不是我想害他了，他说他自己来求我的了。哎，我哪里想害别人呢？你看，结果这个狐仙还叫我带话给大家。好好的佛法不学，哎，这是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的佛法几千年检验下来了。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的这个文化区域，这个世界的那些不管东方西方，哪一个智者不拜伏在这个佛陀的门下，这样子好的人不学，就有的东学西学。哎，你像我们现在这个佛教界这么多著名的高僧，你不跟着好好学，就是有的学这个法门那个法门啊，有的时候啊真的我们大家啊真的在学佛上面修行上面还是要很慎重，很慎重啊，因为解脱是大事啊。啊，这个我们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些内容啊，人非人等，大家要知道，既然来受持，但又不能贪吃贪喝啊，吃了哎，所以有的呢吃了好几遍了，他就知道了，他说不吃了不吃了，我都无量劫来为贪吃，做这个做那个，现在做恶鬼。这一辈子好好听师父讲两句话吧，他有的他就是这样，他不再不吃了。就像那个，像那个狼，我给他念这个七宝如来的时候啊，那个狼自己都不相信我，哎，看那个狼爪子变人手了，自己那个嘴长长的那个嘴没了，平了变人头了。后来他倒过头，他就看那个狼尾巴有没有，我说到底还有没有了？说没有了，说奇怪呢。我在给他念那个妙色身如来，一念就长得很漂亮。然后晚上那个狐精狐仙来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喜欢漂亮，我就给他念七宝如来的时候，我就念妙色身如来。我说妙色身如来，我给你多念几遍哦。我还给他拉拉关系，我让他高兴一点。我说给你多念几遍，我让你漂亮一点哦。你说还没想到，他说，哎师父，哎这个就免了，我们已经长得蛮漂亮了。这个漂亮的就不要了，我们已经蛮漂亮的，我们这能够变成人，能够做莲花往生就够了。哎，所以我们在座的念佛的人呢，也想明白了，别人的智商还不如狐仙呢，那就糟糕了。哎，所以包括来应供，我们今天要火供的，虽然这么多好吃的，还是叫你们不要贪吃，不要贪喝啊。这个也是明明的告诉你，这只是一个方便，更好吃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座诸位这个四众弟子的慈悲心，这你们要感受到，要感受到。哎，就像我们在座听法一样啊，除了听，字字句句把这个声音听明白之外，